个国产小众服饰分享，平价界的高定出去绝对不会撞款。第一家，想在今年脱单想撩男人都给我细看这家，在甜酷的基础上加了一点意义的设计，就是什么松质呀，姐姐最喜欢的风格，我也喜欢，不色色，但是这些镂空的小设计真的是很抓人眼球，就连很难洋气的红色也做得巨巨巨好看。卖家图我穿，过年穿这套回家，不管是你妈、你奶、你初恋、你对象，看了都说好洋气。第二家，这家在时尚圈巨火，非常多的模特网红都穿他们家的衣服，绑带和交叉设计的元素比较多，设计理念是自由伸展，整体是中式暗黑少女加大女生风格，个人感觉他们家在设计上面一定程度代表了女性力量，对高个子姐妹可以说是非常友好，但是本人小个子穿上就卖家图我穿也没毛病，好吧，穿上整个人就是黄泥往前，环保皮草材质超好瑞，手感超棒，小个子如果买他们家的裤子的话就要克服改短。第三家，社恐人暗黑拽姐风的辣妹一定要看这家，穿上去之后十米台外生人勿近，用到最多的颜色就是黑，但是完全不沉闷，设计里加的一些蝴蝶结小花朵那真的是锦上添花，比喻在绸缎上加上花朵，拽之中又加了那么一点点的奶。我从他们家搞了一件年会战袍，卖家图我穿，上露锁骨下这个粗腿的，就我有什么理由不买。最后一件，我从他们家买了一件西装，看到卖家图的时候我真的差一点劝退，但拿到手之后真的是哇塞，怎么可以有设计师把衣服的裁剪做得这么好，枪脖领加肩部加宽和腰部收腰的设计，就整个人的气质立刻马上就来了，这家整体的风格就很抓马，娘 man 的，我非常推荐大家去试试他们家的西装和衬衫，很有那种设计的小心思，它的裁剪和版型是可以做到让你穿上之后整个人看起来都很贵，国产真的太香了，如果你们感兴趣这种小众的原创设计系列，点个赞，我们下期继续，拜拜。